2012年12月31日是龙年的最后一天，众星纷纷在微博上感怀这一年。31日早晨，韩国女子组合 F 队长中国成员宋茜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拍照，照片中宋茜戴着猫的头饰，眼神魅惑性感，众网友称赞简直就是心中的完美女神，更有网友称赞皮肤白皙好像芭比娃娃。库里娱乐快讯，出土传媒为您报道。